感觉只有树霸能够带得动了啊！终于忍不住选树霸了。幻化游心，这是我平时做主攻时候用的皮肤啊，而且用这个皮肤胜率特别高。无中生有，克己。牌倒是比一般人要多多了啊！杀一下，跑上来就被跳反了。闪！失礼了。虚晃。然而，徐晃并没有动，貂蝉也没离剑。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哟，这个是中的意思吗？借刀杀人，火杀。哎呀，这徐晃为什么这么喜欢烧绳子呢？好了，直接离开了啊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张松，哎，怎么每次我有顺手的时候，这要顺的目标都有加一的？上个回合也是的。一半入我手，靠，气死我了。并不能砍到那个貂蝉。顺手牵羊，也没有一张破闪，一张闪都没有，直接把他给乐了，乐不思蜀，七四张正好，我也不想杀下家了。玉玺在手，一张，天下我有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好，就这样。借刀杀人，这还是跳反的借刀。不过貂蝉已经断杀了，如果左慈一辈子用克己的话，那还是没前途啊。毕竟克己不能当饭吃啊。这些都是我的，哼，肉眼凡胎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？这厉害了，赵松再给两张，有机会。九，然而只有九杀，那貂蝉轻轻一闪，哎，这不是逗我吗？没有任何好话说，然后默默的弃牌了。君何愁？这还不如克己呢，我去。万物苍生，好了，乐还没中啊，这真是走远了。无中生有，无中回合外用个克己啊，貂蝉怒开两个无中，就是这么犀利啊。过河拆桥，我还以为他起手续报了什么好东西呢，结果什么半毛钱东西都没有。现在怎么整啊？南蛮入侵也很难开，因为有国家啊，威力也小，兵粮寸断，然后貂蝉两个无中一开啊，
还贴出了兵，完全报废了嘛？隐瞒入侵，徐晃开大门，这是要干掉张松的意思吗？我还是老实一点，出杀了啊！没杀，保血比较重要。杀，杀，杀一下。吐故纳新，施法天地。这徐晃弃了两张红纱，这什么打法？即刻涌来，好难打啊！我去，怎么把这南蛮？哦，关羽内，南蛮再续一会儿。大汉天下已半入我手，南蛮再续一会儿。我已成张松是上线，君何踌躇不前？张松是准备做好死的准备了是吧？过河拆桥，那就用两个火攻看看能不能拍死吧。哎呀，这拆的烂牌。火攻，这俩火攻打得我很伤很伤，就丢光了，快！死了，张松不用死了，你敢信啊？对不起。顺手牵羊，把破盾顺过来。主攻无压力，反正。兵粮寸断，玉玺在手，一张，眼下我有两张。三张，四张，这个要留一下，闪不要了，这有这个无懈宝了就行。南蛮还得留着，不能随便丢的。这个刀等一下去砍徐晃。过河拆桥。张松啊，你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，我就不管你了。我为什么要丢给曹植开啊？貂蝉都死掉了，曹植是南蛮入侵开出来是干嘛的？万箭齐发。张松啊，你到阴间去做鬼了，千万不要来找我啊！幻幻无穷，闪，生生，我就不用无懈保你了，保也保不住啊！闪，闪。哎，他能保能保住当然是最好的啊。肉眼看主公有什么神化身了，岂能窥视仁德。哎，张松啊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，这真是就给了算了。你这仁德竟然不给德服人，你这回合活了也要被内奸的冠师傅砍的，你何必呢？对吧？这次变张怂了啊！补益，哟，死不掉了。我反正已经留了无懈了。容我过目，即刻用。两边神加一啊，顺都用不出去的。铁锁连环，然而牌扎到不能再扎了，这关羽说不定来砍我。恩义断，义当绝。然而关羽选择去打郭嘉，倒是蛮奇怪的。别着急扔。哎，郭嘉说：“你把酒还给我。”郭嘉怒了，说：“你这混蛋，把酒还给我。”郭嘉说：“那他妈是我的酒，这酒也是你配用的。”
看一下啊，这怎么打呢？我得给张松留桃的吧，是吧？我得给张松留桃的吧？那这南蛮入侵怎么就丢出去了？哎呀，不管你了，去死好了。闪！桃子我吃掉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玉玺在手，这沙必须要丢给他，南蛮还是能留一轮的。酒要留一轮是。这些都是我的。这南蛮绝对不能丢给他。乐不思蜀。他要九杀，让他杀呀、啊。对吧？我又不怕他。杀！我都丢闪了，他会来杀我吗？我还扔王盾呢，我怕他杀主公呀。那他要杀主公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这么自信、啊、九杀怎么可以不闪啊？这张松又在逗了，九杀怎么能不闪？九杀不闪要死的。别着急扔，给我就好。这国家都不肯杀左慈了。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果然是换装备了啊！他准备把国家的盾撸给张松的意思。此盾乃吾之家畜。这强行为了保护我，也是蛮拼的。那你好歹先杀呢？哦。他有加一不能杀的，那你就不要杀了嘛，这就送一张。哎，这草纸特别卡。主，你是反派来的吗？没有啊，这主公是为了保护我。主公是为了保护我。张松并没有看懂主公的打法。虽然我是看懂了，但是我也不是很赞成，其实。顺手牵羊。反正他也冰不到我了，保一下吧。无懈可击。张松一条命还是很值钱的。结其缘，断其粮，贼可擒也。反正张松吊着命不死就行了。容我过目，即刻涌来。乐又没中。关某向来恩怨分明。果然，这个关羽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可以收了张松了。杀！皇叔不听吾谏言，天下这么多武士，入我手！杀！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无懈要的，南蛮入侵还是要留着啊，死也要留着这个南蛮。等到这个曹植一血没有排的时候，趁机打死正好。哎，你活好了，那给你看张黑桃。南不丢啊，这南可以续报的呀。你看这曹植没排的时候我开南啊，我下回合再爆发一轮说不定就打死了，而且关羽也有可能选择打曹植，关羽有可能打曹植的，我这南蛮下回合就可以开了打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招南蛮啊跟了我一辈子，不怕你哦，早晚有他闪耀的那一天。这国家都吃桃了，我去，都不给曹植留的，这么猛，千人变幻。这曹植是怂的连左慈都不敢打了。需当交换杀一下之物。好，下回合一个南蛮过去啊，给国家打个无懈，有可能收两个反。万物苍生，这是有可能收两个反的。有心，而且如果关羽收人的时候，他们反这个反得反抗一下什么的。桃园结义，操，不打无懈。让关羽先帮我打饭。
人是铁，让关羽先帮我打反。是钢，关羽现在肯定帮我打反。我的话呢，一定要用吴懈来保兵的，这个吴懈太珍贵了。以断，义当绝。同志，你没毛病吧？你想干嘛？这我都被冰了，无懈可击啊！你厉害好吧？大汉天下，吴中生你入我手。这货为什么会知道我被冰了还能出来呢？实在是太奇怪了。顺手牵羊，你说我没被冰，他骚扰我一下也就算了。杀！你应该能打死曹植。南蛮入就那个该死的桃园太可恶了。反正先把这个曹植打翻了再说，郭嘉无所谓啊，让他一计，让这个曹植一直是裸奔的。哦，对啊，刚才火攻的时候亮过一个明无懈，对面也有无懈，好讨厌。玉玺在手，这每回合要丢四张，太伤了。那也得丢呀。逃不要了。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。反正是明无懈打掉了。无懈可击。啊，拼不过你们，拼不过你们啊，拼不过你们，这拼不过。这些都是我的。主公，要不把关羽的装备撸给我吧？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此真乃吾之家婿也。雷杀！徐晃那么多牌，竟然没有无懈，竟然没有闪。幻化有心。完了，他又摸了个建议，可能是郭嘉给的啊。不过还好，这货没有黑基本了。关某向来恩怨分明，我这么被关羽弄下去，真的是没法打呀。杀！大汉天下已半入我手，雷杀！乐不思蜀，过差都用不起了，我加一得留一下他。喜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让左慈继续给我撸吧，也没办法了。杀！闪！哎呀，现在局势非常的紧张，其实我也很紧张，因为存不住牌的缘故，爆发力就不足。这曹植又不撸了，又不拿牌了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哼，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主公这回又不撸了，那我没距离了。他可能是觉得我快扛不住了。哎，主公，主公，你可千万别能服于人，吓死我了。主公啊，这个虚晃没闪的，你要不砍一刀，给了我一堆垃圾啊。万物苍生，幻化有心，给了我一堆垃圾。乐从来都没有中过一个，都没有，只有对我有利的乐中过。让他顺了，让他顺。结其缘，断其梁，贼可擒也。
借刀杀人。唉，苦啊，这吴邪还得保着这个饼。一当绝啊！你打吧，你打吧啊！这个雷杀无懈可击，天下已半入。这张吴邪捏了一辈子了，没距离了。无中生有，有个顺。先拆了。过河拆桥。啊，拆中了再试。如果没拆中的话，我就顺别的东西了。顺手牵羊。打死他之后会好打一点。雷杀。伤啊！我去，牌实在是不够用啊。这兵我觉得不用了吧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别着急，这实在是用不起。就好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完了，这回又摸了两个无中生有。南蛮入侵。我操！吓尿了，尿裤子了。哎，出杀吧，徐华，遵从这个国家的旨意吧，不义他，不让他被收，快点，快点，同志！哎呀，何人敢造次？十张闪，那国家给的也没错，啊。反正闪也没卵用。一顿不吃，饿得慌。我赶紧出杀，赶紧出杀。杀。无中生有。又一个无中。没距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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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距离。哎呦，真的，我一身的冷汗啊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这货把牌全部丢光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牌肉眼凡胎岂能窥视仙人变幻。他还是用甘露了。换了个神加一，给我换了一张比较吉利的红桃 K 啊！这张草花舞太丑，草花舞太丑。这是拆闪电吗？还是拆什么？还是拆手牌吗？应该不会拆连弩吧？啊，拆手牌的，拆手牌也可以。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。打内怎么打？内现在很结实好吗？关某向来恩怨分明，前面局面那么差，他来打我，现在局面啊，他就是想给国家回血。我说呢，一半入我手。哟，哎，这牌还好像还挺不错的。冰凉寸断，盯住他。铁锁连环，雷杀，闪。这九下回合用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三四，这九留一下。这些都是我的。我操！又没中。铁锁连环。哎，这怎么游戏啊？铁锁连环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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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这样吧。出大事了！出大事！哎。
别着急扔，给我就好。哼，肉眼凡胎，快快快快快，想办法把这闪电弄走啊！别换。哎呦，这闪电太可怕了。这内奸脑子坏了吧？又没有人对不起他，这不又没有人对不起他？哎，人家反贼三个人一起绑有什么问题？不，人家反贼三个人一起绑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仁德呢？哎呦我去，真是服了！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。同志啊，恩义当，义当绝。那他给我回血了，真是牛！大汉天下，这有这一半入我手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说谢谢他，你要么给主公回吧。杀！我担心反贼打主公去了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我得给主公留个桃啊。这反贼就绑了他一下，他也要玻璃心的。他前面不是控的蛮好的吗？打了那么久了，就打了半小时了，过来玻璃心，然后就托管了，然后开始死忠了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对吧？内奸不都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吗？再说人家反贼是为了赢，又不是故意坑你内奸。如果反贼是那种什么？啊，自己也不想赢了啊，就拼命的打你内奸，那也就算了。哎，人家不就是闪电绑三个吗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换个人都这么打，你自己是反贼，你也这么打的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反贼不把他解开，然后这样三个绑在一起，然后挂闪电。我绑他们很正常的，我又不可能绑国家的。他的意思就是没给他解。为贤为德，对吧？他的意思就是反正没给他解，反正凭什么给你解啊？解了又没有好处的。以德服人。哎哎哎，你上回合不给你，这回合又裸奔了。万物苍生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？有心。我去，这怎么打？这你们两刀九杀就走了。关某向来恩怨分明，这关羽绝壁是疯了呀。大汉天下，曹植吓得离开了，万入我手。过河拆桥，赶紧趁现在打死他，无懈可击。那就用决斗打死他，骗到无懈了，简直好评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铁锁连环，四个桃。杀，闪，四个桃。那我得留个闪的。在手，天下我有。留个闪的，不留闪被郭嘉喊兵了。杀，闪，肉眼凡胎，祖慈啊，岂能窥视仙人变？你留点牌吧。两牌克己，幻化，哎。你以为你是那个曹植啊？能摸三个吴中啊？这副牌里吴中早就没有了。义当绝。这关羽要开始打主了，我得给主公留桃。雷杀，怎么办呢？天下一半入我手。这样子还是不好打呀。这关羽丧心病狂打主公的话，
是吧？我把加一丢了，引他来打我，好吧？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哎，这个可以不用丢。我把加一丢了，引他来打我。顺手牵羊。哎，我去！别生我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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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这个吧，这个怎么样？这被顺走了。哼，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你用人都回血呀，用什么甘露啊？我去！哦，撸这个，撸这个也行。哦，我还是觉得人都回血好呀。这关羽一拼一杀，你还是要掉血啊！这人王盾啊，同志啊，挡不住他的。关某向来恩怨，你挡不住他的呀，同志。就人都回血，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没拼赢还可以。大汉天下，已半入我手。那就先对付这个关羽了。丢几张啊？丢四张。乐不思蜀，玉玺在手，那还是得留闪。天下我有，闪电。又来闪电啊！肉眼主公啊，人都会写吧？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过河拆桥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拆了他，拆了他。谢可击。哎呀，你这把过拆人都给我，也可以拆的。顺手牵羊。对吧？你把过拆人都给我，也可以拆的。你自己就不用动了。这左次打的还是不太好，他一拆一顺人都给我。唯贤唯德，对吧？这样自己手牌也充裕，对吧？自己手牌也充裕。然后我要是摸到无懈的话，还可以那啥，就很好的啊。现在的话还是很危险的。大汉天下。一半入我手，好虚弱啊！虎攻，啊，这货已经放弃了，挺好，挺好。杀，再勒住他。闪，乐不思蜀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这玩意儿不要了，多留手牌的。就这样吧。其实我挺怕左次被劈的。杀，闪。我要狮子干嘛？没用了那狮子。哼，肉眼凡胎，我中闪电无所谓啊，我这边俩逃怕什么，对吧？我这边自己俩逃，我中闪电有什么好怕的，我对吧，什么都不用怕的，好吧？干嘛不要杀？没杀怎么打死关羽啊？万物苍生，幻化，乐中了就行了。大汉天下，一半入我手。决斗。我跟你说，六牌断杀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啊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杀。打死了就行。桃园一败，玉玺在手，长天下我有。就这样，接下来可以慢慢打了。现在左慈和我中闪电都无所谓，都无所谓，国家可以投了。哎呀，这局又打了那么久，国家还不肯投呢。哼，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化？他觉得自己会中闪电，所以机智的使用了仁德啊。然而，如果我屠顾那主公啊，主公干得好，主公。啊，不愧是有大局观的男人，主公啊，主公，不以德服人，不愧是有大局观的男人啊。万物，哎，我就非常欣赏有大局观的男人。有心，这看这国家看到主公中闪电了，说不定更加坚定了他不投降的信心。大汉天下，一半入我手。无言。有点厉害啊！为了防止主公中古定刀，我还是把古定刀丢了吧。天下我有，一张
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，顺也不要留了。杀，闪！肉眼凡胎，这次可以撸装备了，岂能亏啊？他还是要仁德。人变幻，唯贤唯德，能服。这局打了这么久，总算赢了啊！然而竟然立下如此 flag， 不行，我还是等国家投了之后再说吧。天下一半入我手，这个倒可以挂的。玉玺在手，天下你放心好了，国家我碰都不会碰你的啊，碰都不会碰你的，我就要让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主公慢慢的变成满血啊，你眼睁睁看着主公变成满血，然后默默的举起你的小白旗。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化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 Only 贵木贵马送的这么多个流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壮观的送流了。万物苍生，大汉天下一半入我手。他好像有无懈的样子。杀，不过主公都挂无言了，可以稍微浪一点点。闪，哎呀，这么机智的。玉玺在手，那我乐存着。天下我有。他也不打算用遗迹来打，那他作何感想呢？他也不打算强行遗迹来打。闪，那他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他竟然问我有意思吗？他竟然问我有意思吗？难道我点投降不成？难道投降是我点的吗？哎，他还有无限的，竟然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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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竟然说我有意思吗？我竟然无言以对啊！